我们搭的这个机舍呢，是3米乘以6米的，而且搭的很好，都是用这个真材实木的。平了。现在下大雨了，然后我们这个机舍的工程得要往后面拖延了，等雨不下的时候我们再过来，然后把这些用的东西放到山洞里面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 TV。